Hello， 各位五甲汽车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说话不旋转好朋友九零，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哦。今天呢，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一台我们的尼桑2021年的 Super Sentra。为什么特别来介绍它？主要啊，它有几个特点，真的是吸引到我。第一个就是它的外面的这个烤漆的颜色，可以说是相当的精致，而且它的红色呢也不会太俗艳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沉稳内敛，又带点那种奔放感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再来就是它的内部大空间呢，可以是让想要有轿车又可以载货物的朋友们呢，可以来选择这一台车。再来就是它的配备，该有的它都有了，不该有的它也都有了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再来呢，它有三大特点是你绝对不能忽视的哦。第一啊，就是它非常的省油，所以一年呢只要12000有找哦。第二呢，就是它跑的非常的少，只有跑了14000公里。第三，它还是在我们原厂保固中哦。并且啊，它便宜了我们新车130000元，是不是相当的超值啊？而我们的一些配备呢，有多多由九零来告诉你哦。而刚刚提到的配备有哪些呢？标配的有免磁启动、定速系统、光感应头灯、循迹防滑、车道偏离辅助、胎压监控、斜坡起步、盲点侦测、ISOFIX、后座出风口、ACC、AEB 等主被动安全系统哦。而我们比起低阶版本，多出的配备有LED 日行灯、LED 头灯、分区恒温空调、后座出风口、中控屏幕、CarPlay 系统、六指喇叭、前方驻车雷达、环境影像、电子后照镜、车道变换辅助系统等主被动安全系统哦。OK， 进入到我们车舱了。首先映入眼帘是我们的防刮饰板哦。再来呢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方向盘呢是搭载我们多功能的智慧型方向盘。我们的右边呢是我们的定速系统以及 ACC 跟车，还有蓝牙语音快控哦。左边呢是我们的里程电脑以及音源快控，而前方呢是搭载我们的数位仪表板以及我们的双眼设计，可以说是相当的精致啊。再来呢，我们的中控位置呢是我们的多媒体影音系统，而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阶版本才有的哦。下方呢则是我们的分区恒温空调以及我们的 USB 插孔。我们的后座呢表现力也是相当棒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OK， 来到我们后座呢，首先呢，映入眼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后座的乘坐的一个舒适性呢，它的衬托也是相当的棒哦。而且啊，在前方这里，各位还可以看到我们的 ISOFIX 哦。看到这里呢，你可能觉得说，它的空间怎么只有这样子呢？那你就错了，我们的储物空间也是相当的棒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OK， 来到我们后车厢的位置呢，各位可以看到九零呢为什么会特别来介绍这台车，就是在我们的后车厢位置，它坐六次倾倒之后呢。它在我们的轿车里面呢，也算是小车大空间的一台车哦。你只要把从这边打开之后呢，你看到它的储物空间就已经有别于一般我们的轿车的空间了。再来就是它只要在做六次倾倒之后呢，它的储物空间可以说是变得相当的大哦。就像我们现在画面上所呈现的这个空间感，是可以放非常多的东西。如果你喜欢呢，我们的储物空间相当大的朋友们呢，就可以像刚刚九零这样子画面上去做倾倒之后呢，我们的整个的空间感呢就可以带出来，而且可以放了非常多的东西哦。而我们的引擎室的表现力也是相当的棒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OK， 来到我们引擎室的部分呢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搭载是自然进气直列四缸引擎 ，CVT 无段变速，最大马力是138匹马力，最大扭力是17.2公斤米，市区油耗是13.7公里，高速油耗是21.3公里。平均油耗呢是17.7公里，毋庸置疑的，绝对是一台省油又高 CP 的好车哦。而我们这台 Super Sentra 绝对是适合你的哦。我们的网络优惠价只要68000就可以让你轻轻松松的带回家，保证全车原版件，无事故、无泡水、无车身引擎非法变造，更是通过我们最公正的第三方验尸认证。让我们五甲汽车买车，让你买的安心，开的放心。赶快拨打我们预约专线，将由专人为你服务。还有来我们现场看车，一定要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说你是看我们影片来的，还有网络专属优惠提供给您。我是你们说话不宣传好朋友九零，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